Can't kiss it. Thank you.
广州的。我们家那边一个房子外面，那个几乎所有的会议我都有到，抗议啊我都有到，那个也是做的那个。那我家那边呢？那个是一个大的那个。没有，就是这个就这样的，在我的报道里面，快400件了呢。将来他们要做专辑也是要靠我的这些报道。然后还有那个信义东延线1.5公里需要花100多亿。再过来就是你这个专栏也是非常有价值的，那可以看到我们怎么跟你认识，我第一次来，然后你带我妈妈那边去，然后我们去医院的时候医生说的一些话，然后你的那个你去演讲，其实你去演讲我都有做出来，我妈妈那时候，妈妈那时候没来几次，每一次都有上去啊。每一次都有上去。那我是想说，不知道要花多少钱，所以我看大概是什么样子，我就回去做。
如果叫人大声就不要了，因为那样不好看的画面不好看。你说觉得可以我就来听。下雨了，越来越大了，一点都不顺。哎，越来越大了。
来哦，哈、哦，啊，这是最新的科技哦，啊，运，啊，现在上来上来，压力上来，压力上来，啊，上来上来上来，上来，啊，好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啊，就是这样，啊，啊，啊，什么？什么东西？啊，就一。先用一，让它习惯，习惯，啊，来，好，上来啊、哦，压力上来了，啊、哦，好，一、二、三，啊，很棒，啊，好，很好哦。
真正名字叫做气压活血活氧循环微循环健康器。等一下给他照一下。好，不错，那你看他身体现在会这样动一下，你看到没？松，已经松了。没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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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事。
们自己生命的重量，妈祖是不一样的，所以说你身体力量你就不要用自己身体，这个妈祖送给你，你就会生命。你看这什么新玩意儿，哈哈，这是新玩意儿哦，哦，这新奇的哈，哦，全台湾都没有人做过哦，哦，好吧，啊，最后两次了，啊。先关掉吧，没关系，没关系吗？